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路加福音7:47。亲爱的天父，有时候我们以为爱主为因，罪蒙赦免为果，但事实却刚刚相反，罪蒙赦免是因，爱主反而是果。求主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的罪蒙赦免越多的时候，心中就越被激励，越发感恩，从而使我们更晓得以爱去回应你。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奉主名求。